大家都是为了救国家而死，难道你们都不认识哀家了吗？不对，皇上已经下了圣旨，废他为庶人了。哀家这次回来是为了看一眼儿的，只要你们放下手里的兵器，哀家可以帮你们不死。都别听他的，他勾结魏国人入城，这就是叛国。大家跟我上啊，保护皇上！上！ 你们快去把皇上找出来，记着要保住萧焕云的安全。是。 皇上，微臣救驾来迟，幸亏你来得及时。驸马，朕留在这里，你带皇后和陆昭仪先去安全的地方。不，阿爷，你不走，我也不走。焕云，是啊，娘娘说的对，要走一起走。你们赶紧走吧，臣来断后。现在不是意气之争的时候，这是皇帝。 即使他们攻来，也能守一段时间。焕云，现在当务之急是保住我们的孩子。你要是有什么万一，我跟孩子就算活下来，又有什么意义啊？焕云，你听我说，她毕竟是我母后，她不会杀我的。小心！皇上！阿爷！皇上！皇上！皇上爷！皇上！ 皇上，进殿！娘娘，皇上，娘娘，娘娘，走，快，快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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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爷，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你别担心，徐驸马守在外面，这里暂时安全，我马上帮你把剑拔出来。不要拔，拔的话，死得更快。焕云，阿爷。 你把这个交给阿湛，我是不行了。阿爷，拜托你们照顾好焕云和我的孩子，就拜托你们了。阿爷。 你看着我，我在这儿呢，我陪着你呢。你摸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我们都在一起，我们陪着你，你不会有事的。焕云，我走了之后，你要勇敢地活下去，把我们的孩子带大。如果是男孩，你就叫他高伟。 如果是女孩，你就叫她高娟。你告诉她，父皇很爱她，没有办法看着他们长大。你不会死的，你不会死的，我求求你，你不能丢下我，你不能丢下我肚子里的孩子，我求求你。对不起，焕云。 知道你和阿湛两情相悦，我还是把你抢了过来。你不知道，当年在寒光殿的围墙上，先看到你的人，那不是阿湛，而是我。阿爷，焕云，不要哭。 不哭了，焕云。焕云。皇上。皇上。皇上。
从剑里面冲出去，直奔长公主府。那里有我1000羽林军，足可以抵挡一阵。走，娘娘，现在不是哭的时候。阿爷，走啊，娘娘，不，我要娘娘，三姨娘娘，阿爷，娘娘，阿爷，我不和你分开。起来，娘娘，娘娘，我来吧。娘娘。我的燕儿，我要把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，给我的燕儿报仇。太后娘娘，请节哀。您别忘了，您还有个孙子呢。还有个孙子呢，有了他，我一样可以临朝称政，我一样可以做太皇太后。
现在游过去。可是我不会水啊。我一定会带你离开这里的，信我。我知道，你的心里只有陆贞，我就知道我比他强，对不对？阿比，停住！我死之前，你告诉我，我比他强，对不对？守得怎么样了？暂时还撑得住，张相他们也逃回来了。现在无论如何，就是要保护好皇后，平安产下皇子。可是光守城也不是办法，我们得突围啊！我接到消息，沈将军他们已经往回赶了，三日之内必到。我已经在安排人挖出城的地道了，这些你不用管，只管照顾好皇后。那就拜托驸马爷了。去吧。陈广王殿下，您醒了。你是陈国文帝陛下？不错，朕大半年前举行登基大典的时候，我们在建康见过一面。答应你，可是你先起来说话。这件事情你如果答应了我，你就会委屈自己一辈子。就算要我去死，我也不会皱下眉头的。你先起来。不，我跪着说。如果这个孩子被娄氏掌控了，那么将来他就一定会成为娄氏的傀儡。我不要我的孩子被他利用。你放心，
我会好好保护他，不让别人抢走他。那要是护不住怎么办？我走了，娄氏是他的亲祖母，阿占又生死不明，娄氏一定会扶他登位，然后自己临朝称制。阿占，我不让，我不让我的儿子当一个木头人，我不让娄氏抢走他。那你要我怎么做？虽然你是三品昭仪，其实你才是抚养阿伟最好的人选。只是你和阿占的婚事还没有公布，所以你没有资格抚养他。可是你是昭仪，昭仪这个名号女官能用，前朝也有妃子用过。现在皇上的国玺在我这里，我想下旨让你以皇上妃子的名义收养这个孩子。只要你在，娄氏就不敢动我的孩子，这是现在唯一的办法了。只有这样，你才能名正言顺的当阿伟的养母，你才能动用国玺，你才能在我死后掌握宫里的所有人。如果阿占他回来了，他当了皇上，这个名分你随时都可以摘掉。要是阿占回不来，你就带着阿伟逃到陈国去，去找我们梁国皇室的遗族，他们也会接纳你的。阿占，我知道我这是在强人所难，但是我求求你，求求你答应我，就当是我跟阿衍的遗愿吧。娘娘，阿占，现在在这个世上，你是我唯一相信的人了。答应我好不好？阿占，阿占，我答应你。我答应你，你快起来。谢谢，你快起来。谢谢，多谢陛下救命之恩，多谢陛下赐我灵药。不必见外，何康郡主算来也是我的堂妹，你娶了她夫婿的侄女，也算是我的侄婿。那我就斗胆叫一声叔父了。你的大恩大德，改日定当回报。只是现在，我需要你借我200士兵，帮我返回关西，与齐国大军会合。200士兵够吗？你只怕还不知道，贵国娄太后和魏国国主结盟，已经率军打入京城。尊兄孝昭皇帝已经驾崩，皇后和所有人逃出宫外，也已失踪。怎么会这样？就算你现在能返回关西，可正在与魏国军苦战的齐国大军，又能抽出多少兵力助你打回京呢？我听说娄太后募集的人马，加上她借来的魏国军，一共仅有30000多名。不过我可以借你30000人马助你打回京城。陛下，请恕高湛之言，虽说我称您一声叔父，但是我觉得我们之间的情分不至于让您对我如此慷慨。娄氏当政势必和魏国合作，这对我大臣没有好处。而你是一个明君，孝昭皇帝生前又亲口传位于你，我支持你自然好处多多。具体什么条件？第一，大臣大齐30年之内不得互相侵犯。第二，这30000人的军费事后你得全部还给朕。至于第三嘛，你必须答应这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现在还不能告诉你，等你平安继了位再说不迟。放心，不会是伤天害理之事，也不会让你割地灭国。好，我答应你，我这条命都是你救回来的，我信你。好，咱们就对天起誓，歃血为盟。奉天承运，皇后诏曰：本宫奉先皇遗诏，皇子高伟
教宫妃陆贞抚养。此后，陆贞为皇子养母。宫妃，长广王归来之前，代掌国玺奉印。是不是搞错了？其他人等，若违此旨，天下共诛之。钦此。臣妾领旨。阿珍，过来。阿珍，阿伟我就托付给你了。你告诉阿珍，说我跟阿衍这一辈子太对不起他了。不过，我现在把阿伟送给他，也算是弥补你们俩的一个遗憾。让我再抱抱他吧。很快就抱不到。是真舍不得你，你快快入睡，娘累了，娘要抱着你。长广王不能平安归来，这一位就是我们大齐国的国主。昭仪娘娘，昭仪娘娘，千岁，千岁，千千岁。阿珍，你到底在哪儿啊？讲，驸马爷，不好了，我们已经顶不住了。就算死，也得给我守住了。是。姐姐，衣服准备好了，可以去换了。地道已经挖好了，出口就在城西。我会派几个心腹侍卫也扮成庄民去保护你们，护送你们去和沈将军会合。驸马，你怎么办？为国尽忠，武将之荣。驸马爷，一切珍重。大人，你还肩负着小皇子的安危，更要多加小心，珍重。撤！撤！御！住手！元禄，殿下，苍天有眼。你平安无事啊，殿下，太高兴了！沈将军一收到陈国的消息，就派我们来跟你会合了。皇上真的驾崩了吗？阿珍呢？皇后呢？皇上已经驾崩了，也是我们在来的途中才听到的消息。皇后娘娘好像也，不过娘娘生下一个小皇子，临终前下了遗诏，交给陆姑娘抚养。这么说的话。陆贞还活着，目前他应该是平安无事。徐显秀正护着他们，还有小皇子，在公主府坚守呢。果然是天不负我。好，我们三天之内务必要赶回京城。走！走！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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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好累啊，我们到底要去哪里啊？坚持一下。
小皇子睡着了，他怎么不哭了呀？估计饿坏了，哭不动了。可这附近也没有羊啊。姐姐，那边有户人家，我们去问问他家有没有羊奶。是，那我给你做。哎呀，好，进屋说啊。不行啊，万一被人发现可就糟了。那怎么办啊？坚持住，坚持住啊！我们找个安全的地方先歇一会儿啊。嗯。姐姐，这边，快！今天早点歇了啊。再见啊，姐姐，哎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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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姐姐，你先坐在这里，我去找点吃的。哎，丹娘，丹娘，有没有人在啊？不好意思，我家孩子饿了，你有羊奶吗？你等一下。啊，谢谢。阿伟，你要坚持住。你的父皇，还有你的母后，你的皇叔，都在守候着你。你一定要健健康康的长大。这有点米汤，你拿去吧。谢谢，谢谢。姐姐，这是什么呀？这是米汤。那家人已经没有羊奶了，先拿这个应付应付吧。嗯，来。好了，反正咱们也走不了了，要不先在这凑合一宿吧。姐姐，咱们两个大人饿着倒是无所谓，可是小皇子呢？你总不能让他也饿着吧？何况我真的饿得有点晕了，饿得都没有力气了。我记得这附近原来有不少放风的人，这样，明天我们拿着这个去找他们换点蜂蜜来，这样大人小孩就都有的吃了。蜂蜜？嗯。哇，姐姐，那我能不能再换点蜂蛹啊？我最喜欢吃那个了。当然可以了，剩下的呢，我们还可以去买你最爱吃的一口酥。一口酥，嗯，蜂蜜，还有蜂蛹，真好。可是我真累了。坚持住，想想明天就有蜂蜜吃，还有你最爱吃的一口酥啊，就不会饿了。村子里，赶紧搜！要是中了大运，搜出来了，那可是有10000两赏钱的。是。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不小心。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。我们昨天跑来的时候，不是看到那边有条河吗？嗯。我们一会儿跑过去，从那个山崖跳下去，说不定就能走到河边了。我在前面，你在后面。姐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
注意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快！站住！别跑！站住！快抓住他！我乃昭仪陆贞，誓死不从贼子。站住！别跑！抓活了！怎么能让他死了呢？娘娘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赶紧去找个刚出生的孩子来。哀家要举行祭天大典，只要你扮成陆贞，抱着那个孩子，祭完天就让那个孩子登基，哀家就以太皇太后的身份临朝执政。现在高湛生死未卜，说不定已经死在那座荒滩上。现在沈家宴要打回来，那也是名不正言不顺，注定了反贼的身份。只要哀家振臂一呼，其他观望的州县肯定会站在正统皇家血脉的一边，他那几万军马根本就起不了作用。去找你的丹姨，啊！过来歇会儿，喝口水吧。哎，这位大嫂，我想请问一下，你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、扎着头巾的一个女人？几位大哥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有没有看到一个这么高、然后扎着头巾的一个女人啊？没看见，问问别人吧。谢谢。就是。有没有啊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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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还没给钱呢，你这边给你就是了。哎呦，你不长眼睛啊？这孩子是你的吧？你夫君在哪儿啊？走，我带你去找你夫君去。别碰我！还是个小辣椒啊，我喜欢。别走，过来！哪来的小兔崽子？给我滚！你等着，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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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，兔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们还走不走啊？李大胆，是你啊！连哭声都这么大，不愧是未来的皇上。李大胆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啊！自从太后娘娘一回来，就立马派人占领了官窑，外面魏国兵喊杀喊打的，我就带着兄弟们逃了出来。原来也是想到着赵家渡，投奔吐玉魂的商队。可是这帮做生意的，跑得比兔子还快。好在我和我的兄弟们都是有力气的人，就占领了这里商队的房子。哎，这儿这么乱，还没有人敢和我们争。那你有没有见过我妹妹啊？没有，不过你放心，她肯定没事的。我听说她早就抱着孩子，跟她相公回老家探亲去了。哎，陆姑娘，你就安心在这儿住一段时间吧。嗯，我先帮你找个奶娘，等到外面太平了，你再出去。再说，我们这儿有四五十个兄弟，不会让你吃亏的。不过你还得帮我去打听一件事情，去码头打听一下西征军的情况，看看长广王的伤好了没有，还有看看关西的战况如何。你不会还不知道吧？嗯，满城的魏国兵都在说，长广王殿下，他其实不是受伤了，而是被魏国的皇帝给抓了。中间路上他想逃走，结果被乱箭射死在河滩上了。陆姑娘，你看，还有这个。皇太后娄氏，受天明命，神功圣武，于皇建三年九月十九日，携皇子高纬祭天祭祖，而后于太极殿继承大宝。我需要你今天晚上把我送回京城。你现在回京城干什么？现在是危急关头，再说太后好不容易才以为你死了，你现在回去那不是自投罗网，自寻死路吗？就算是自寻死路，我也一定要去。太后不知从哪里找了个孩子，冒充小皇子，明天准备举行祭天仪式，然后顺势登基。如果文武百官和百姓们不明就里，就一定会以为那个孩子就是真的小皇子。就算他们对太后再有不满，也一定会拥护他继位。到那时候，沈将军班师回朝，太后一定会诬赖他是逆贼。这，所以，我一定要赶回京城。我要当着全天下百姓的面，揭露娄氏的阴谋。我要让全天下的百姓都知道，他为了掌权，不惜谋害自己的亲生儿子。可是你这一回城，肯定是没命了。全天下最珍爱我的人都已经不在了，我活不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？现在对我来说，唯一放不下的就是小皇子。是啊，小皇子还需要你照顾呢。可是比起孩子，沈将军那几万大军还是更重要一些。李大哥，我知道你为人仗义，求你看在往日的情分上，帮我照顾小皇子，以后再设法交给沈将军，告诉他孩子的身份，让他帮小皇子继位。如果沈将军出了什么意外，你就把他送到陈国和康骏马府上，只要让他们知道这个孩子是我的亲侄子，我叔父就一定会抚养他的。沈将军离这儿已经很近了，你只要再等几天，就可以亲手把小皇子交。李大哥，我求求你，祭天大典就在眼前，我一定要在今日赶往京城。
好，我答应你，你快起来，你快起来啊！我替全大齐的百姓，谢谢你。不敢当。阿伟，婶婶今后可能没有办法照顾你了，你一定要平平安安的长大。你要记住，你有一位勇敢的父皇，有一位慈爱的母后，还有全天下最英雄的皇叔。you